我中午去吃冻饭，晚上吃冻饭、啊、我们是拿情报嘛，对吧、啊？哇，还有 HVT 吗？啊，如果没有，如果能选，对啊，对啊，没有嘛。我说奇怪，钢琴简报没啊？第三，过来一下下。哎，刘刚，你怎么？第三，我从炮管上滑下来。哇，第二，你跟我直接换装备，全身中上下装备脱下来。你现在是机枪兵，女仆补充兵。啊、OK， 先指派我去整。你跟第三，要跟第三换机。哎，不好意思，哎、对对对对小欧，不好意思，帮我到法兰克那边。OK， 然后女仆帮我到布林那边。好，那我们多一个女仆。你不是、欸、你有需要什么样的单位、啊？你要出多少？我们吗？对啊，我看你现在就把机枪直接换给他，可以帮我把机枪换给他，然后总穿跟吉普都切红队，叫他总穿会变成白色。要我机枪是？然后总穿对对对对对，现在总去当机枪，然后去换装备。田伯，你帮我做副班长吧，就是。哦，当然 ，OK 啊，好啊。哦耶，你有声音嘞。那其他人没问题，就在 MRAP 上面放武器弹药吧。对，那个我们准备有看有什么要装上车的，放 MRAP 没有，那就上车等这样。啊，优雅，你帮我规划空中的待命区，好不好？有什么需要放上车？来下。哎，啊，我们是从西向东进攻嘛，那 Cass 尽量南北向。从东向西吧。啊？哦，对了，我们是由东向西，要 Cass 尽量帮我做由北南北向啊。由北向南还有南向北这个警察，由左至右由技能远反复观察。我们等一下看哪一台空间过，找不到可以 load。Hey boy， 哎是。你这件吩咐我要带四颗红色烟雾，还有两颗绿色烟雾吗？还有绿色的信号弹，还有绿色信号弹。哎、欸，第二。对对对对。大概半个学期。给解释一下，绿色信号要带几颗？信号弹吗？信号红，绿色信号弹带两颗就好。解释。所以我现在有四颗红色烟雾，两颗绿色烟雾，跟两颗绿色信号弹。再重复一次，你再重复一次。四红烟，两料烟，两料道，还有其他吗？没了没了，等一下我会叫你们打红烟在那个地方，然后我就基本上就是如果有状况，就是叫你打红烟到敌人的地方，然后如果有状况就是叫你往天空上面打绿色信号弹，就这样而已。那其他你就用榴弹攻击。我有弹药兵吗？有你的弹药，你女仆你的弹药兵是 Z3， 然后他是 M49， 他带 M49 的 M85A1 Box RHS 的，可恶，他带了三甲。他带了弹夹，这样。我这样再把弹夹往车上去。好吧，我差点就要发生上次跟黑衣圈一样的悲剧。弹药不通用。对啊，我本来想带240。说实在，这个温度也很凉。啊！以前马车还要用夹子，用夹子。可以跟狙炮手吗？哎，女仆，干嘛？他那个 CS gas 是干嘛的、啊？震撼，时间比较短的震撼，哎，距离要比较近。对，它不会有那个瓦斯哦，是震撼弹的功能。瓦斯功能要另外装，哦，或是啊，那要帮人家。不是啊，是啊，单车的时候他可以用车，然后再放车。我这样子走。你不错啊，你不，哎，我放了12夹在车上跟白乱的，然后身上有3夹，所以总共15夹可以用弹药。再加我身上的绝对够。我们坐哪一台？
呼叫各队，等一下准备好一车就先报到 RP 点集。不用卡皮。好吧。不对，卡皮。嗯。你是卡车吗？哎，谁是驾驶啊？那个 CHENG 是卡车吗？不是吧？不是啊，那他是谁？有人上驾驶吗？有人上驾驶？应该是新来的。哦。我们这队，我们要不要点一？直接点一个人上驾驶啊？一恒，麻烦上驾驶喽。等我一下哦，我去拿一下152。他刚说谁？一恒。一恒是谁？好，我不知道。券是 CHENG 是。好。对。我们是二车哦，我们是二车，这对我们这对是二车。不好意思，B 点啊 ，B 点。啊 ，Roger， 阿 B 店。爸爸，二队准备好了吗？二队还没，我们这边还有吕普没上车。来了，等下我刚刚拿个152，你等我一下。这样应该有好一点吧 ？OK。来，我们这一队第三吕普，那什么那个大吉林蓝队哦。吕普，你是不是背太多？我对我背太重了，我丢车上。那、啊、剩下的吕布蓝队多少？二平。吕布蓝队哦。我知道。那、啊、剩下的红队。我。我们这队 AP 是谁？AP。没有啊，没有这种东西。可以再放久一点。没有 AT 吗？没有。有、啊。有吗？我、啊。你是 AT 啊？所以 Blackburn 你是 AT 嘛，对不对？对，我就是。对，好。现在在找矿。那我也是 AT。无线电车是有收到。啊，你敢用？有有有。他、啊、那个老陈是老陈是蓝组红队，红组。他现在有没有？也有在找。我是红组 ，OK。那如果我倒了，就女仆接管，然后。女仆倒了，就之前是跟我说十月底了 ，Blackburn 接管，然后 Blackburn 红组的话，就由 Blackburn 负责回报任何状况，这样 OK 吗？说不定我就有钱了。谁倒了？如果我倒了，就女仆接管，然后女仆倒了，就 Blackburn 接管。你这种人，我尽量让你不要做事。那 Blackburn 你是红组的小队长，那如果你有我就直接呼你，然后你就负责回报红组的状况，这样可以吗？如果我们分开的话。那个问一下任务目标是什么？截取情报，然后杀光敌人，然后平民对于我们很不爽，这样。OK 啊？所以我们得杀光平民啊！他还想说龙王哪里平民 ？OK， 所以我们 AT 是 Blackburn 嘛、啊，对不对？啊？还有老陈，还有老陈 ，Blackburn 跟老陈 ，OK。清楚啊，是我猜在我们车上。啊？啊？印度人没有在我们车上，他是在后车，我们讲太清楚。哦。啊啊啊！哎、欸，凡客，我说你要不要吃？凡客，好，有咖啡。是啊，凡客，你是一队队长吗？对，你用错了。要不要吃？二组准备好了 ，OK。凡客 ，Oscar Mike。我们这二队哦。哎、欸，对，没错，我们这队。啊，如果我倒了，就你负责。好、哦、，OK， 有，我知道。小心，小心子弹从背后飞过来就好。哈哈哈哈哈哈。这个年代还有人把孤国玉拿来当山药吃、欸，哎。哎、欸，有啊，行政院长啊，干，
驾驶是谁啊？他吃完之后就变前任。第三 ，OK， 第三，你注意一下路边的垃圾堆哦。如果要开到，等一下，沙发是同意。他虽然说要炸，应该也是炸前车，不过我突然有点想要你跟前车保持一点距离。行政院长吃了不过月，然后呢，变成前行政院长。妈的，怎么？第三，速限不要超过60公里哦。有没有电啊？第三有听到吗？我们要相信驾驶的意思。但如果是我现在一定开始甩尾了，或者可以说我们要相信这台车。反正汇报就是汇报。欸、你看后面有那车车、欸，反地雷补给车哎、欸，就是地雷炸不死我们的。欸、你看后面有那车车开过来嘞、欸，很吵哎、欸。后面垃圾车。看后面这种垃圾车啊！哦，开出来，开出来了。这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是垃圾车哎、欸！等一下朝你们开炮，然后就说你被贯穿，所有人都没。哎、欸，我听到贝多芬第九号都要去了。保持间距，时速60。所以说到这种第九号很好听的，还、欸、就是这首啊，应该是。等下清洁队员忍不出来收垃圾了。保持间距，再拉开一点。第三，再拉开一点点。到时候帮我看着右边的方向，突然觉得德国接右边哦。好，这个距离很好，保持距离哦。有平民，有平民，但是平民对我们很不爽。看你要不要跟他对坐，很不爽。他出来丢我们。垃圾车开太近了吧？好吧，如果你们有谁被石头丢，我就判定对方危险，就是我们就自由交互。后面不是有台，后面不是有台咦的一直叫垃圾车吗？在后面那台。对啊。他前面那一根是收垃圾还是吐垃圾车？吐垃圾出来了，跟美国那个垃圾车开过去的夹聚起来，把垃圾桶夹起来一样。这不是西西化分子。第三根近一点。哦，原来是水培车哦。对对对对，哎、欸，收垃圾跟水培都有，好不好？抗议的时候开出水培车去了，没人敢说话。哦，我刚看到跳起来。第三，你再转大一点，我就要从右座变左座。第三，停 Police car 哎呦你动我的准心就会大幅度的晃一下。正常那个没有给我反客，你们在交战什么？那个警察对我们开火耶，太扯了吧。我怎么听到枪声，是我听到你没扯。他是警察哎、欸，等一下，哦，黑警啊！第三准备移动。那警察怎么对我们没去开火、啊？疯了吧？就黑警啊！人家是为了信念，懂不懂？我不要信念，大家看下去，我看我们政府要被东风关啊！看人家贡献。你看警察，你怎么看你是车祸现场？对啊，我靠！我靠！好，通过通过。哎，停！反客停停停！反客停！哦，不就好了、啊？我不知道，有人受伤吗？有人受伤吗？有平民。拜托，你要记住我们坐的是什么车哦。OK， 我们飙过去，坦克继续走。哦，垃圾车真的就爆炸了。干，失望。干，还好那个破片从我旁边飘过去。应该没有人受伤哈、哦。应该车蛮难耐打的、啊，说实在的。受伤，昏倒的停狙手。哎，交火交火，253、253、254、260。放不到那个凉亭啊！继续移动，继续移动，第三，继续移动，有点。移动，第三移动，第三移动，不要让他进来冲，他不来就我往后一点。看他们下车了，好屌、哦！哎、欸、，RPG，RPG。OK。他们一直好像没看 RPG。到上有个人，阿力来了。我知道你，我现在没办法瞄他。
欸，准备强行突入哦，准备强行突入，倒退，倒退，齐然倒退，炮手顾你的右边，顾右边，顾你的右边，顾右边，地下移动，地下移动，快点，到哪？在移动了，跟着跟前车，跟前车，跟着前车，每任务就是跟着前车。今天天气真好，哦，还不错，还不错啦，前车好像快爆炸了，真不错。那是换掉漆而已啊，掉漆而已哦。哎，我们前面那台是回收车，后面是垃圾车。资源回收，这是前面的海啊。这个地点蛮可惜的。第三，再远一点，离他远一点。第二，你现在就是跟好一车，但距离大概有50公尺左右，谢谢。那我们可以拿什么？50公尺，我刚第二车。就拉100公尺就好了啦，就是有三个小圈啊，对不对？要不要帮一车换个轮胎？他这样走不快。热烈的欢迎，现在接下来换的话 ，OK， go go go。维运圈，你的前你的挡风玻璃已经被打到破风。啊，不是很明确啊。对不起，对不起，很明确，因为我印象中他的背景也太习惯性了。涛涛。情况是黑人，笑死！啊！什么意思啊？玻璃被打破，所以他讲话都是风声。喂，那那谁去看？这样够清楚吗？OK， 很清楚。你是把挡风玻璃踢破？吓到我！干旁边那个回收车，刚刚干嘛靠过来啊？还不赶快收资源回收？第三，跟进一点。现在跟我们要保特瓶了。第三，现在跟进一点，麻烦你了。那么可怕，你身上是有带着回收物，不然他会一直跟着我们。Hello，Hello， 女仆，收到。对，怎么了？第三，跟进一点，谢谢。觉得没有，他这台车爬坡会比较慢。他这样爬坡至少二十吧，时速20或好吧，好吧，我十三。我看到前面的轮胎包一颗都跑比我们快，这到底是为什么？你们太重了，减肥了。是要先把谁请下去嘞 ？OK， 等一下停在他旁边，然后全组员下车哦。对啊，炮手不用留哦。哦，单飞过来了。哎、所有人下，炮手以外其他人下车。炮手所有人下车。拦住往北方移动，靠石墙。我要看我能不能走路，可以。坦克，你们要去哪里？你们要开车过去吗 ？OK。但我总觉得我在这边会。所有人上车，我们前往到 Waypoint 2。耶！你这一车耶，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跟上什么地方？跟上二车吗 ？Hello？ 霍宇是跟上二车吗？瓦斯位啊，是的，没错，跟上去，哎，没错。注意高塔顶端有敌人哦，在2550那边那个，对，他在打我们，轰掉他。喂，火线。他们不要命啊！轰掉那个高塔上的人，把他轰掉。大吉影断线，我们确认。好，哦，没关啊，我们 UB 断线了。Yeah. OK， 所有人下车，所有人下车，所有人下车，包括炮手。那我干脆给他来一发好了，来一发这个火力炮。你那在跳啊？冷静一点，我们等一下冷静一点，大家不行哦。所有人下车，所有人下车哦。大家低姿态，大家低姿态，打低姿态哦。你要我射哪里？我射。这个坦克，我看我们是。我不知道我们在打什么。其实目标区在我们的西方啊。到上边。大海放那个建筑上面冷的。比如林。队长要给高塔不要来炮，否决。不是啊，不是，我说塔上那两个。
问了三遍。把人家说死了。不要扭曲别人的意思。李博，哎、欸，干嘛？怎么了？好，一二组移动到 AP 点 ，over。我听你指挥。坦克，我们移动吧。大家低姿态，准备交战。有目标。跟谁交战、啊、？OK， 小队移动哦。B 队形，麻烦。然后 D 队形 ，B 队形是我。B 队形是什么 ？B V A B C D V 箭头队形，谢谢。好好好。我想说，你要正 V 还是倒 V？ 还是 W？ 还是力？哎呀，倒 V 听起来很不专业。对，怕会出师不利。凡克，西方的直升机哦。哦，是米耶。哦，我觉得不太妙哦，我先躲起来了。武装甲车，武装直升机，武装266方向。哎，所有人就地掩护，趴下。你要我们这样子趴下？你交给坦克车了。趴在那中间。先吃完那个，要是玩家的话，他得帮我们升级。地上认知不同。RPG 还放他、啊啊？我们这组有精准射手吗？我们每个人都是精准射手啊！就给我好，我们就爬吧，我不管在那台啊，米二是掉下来了。哇、哦，我靠 ，BTR 在哪？在我们的259。哦哟，有259 BTR。再讲一次，259多远啊？我看一下。看到了。嘿嘿，炮。炮，距离700左右，距离700啊，对啊，没错，700对啊。西北方向，西北方向是西北方向，高塔的西北方向有比较好。哎 ，Hello， 哎，各位，你好，这样，哎。挖好沟，挖好沟，挖好沟，谢谢，挖好沟，能挖好沟的挖好沟。那个敌军的呢？我想跟你推荐，在我们的敌人面前，然后呢，你在他面前挖好沟，实在是不值。BTR 受损。二叔叔，你问我什么？好了。大家都很好吧？心理上没有伤。开火了吗？眼睛看起来大家都没什么事。开火了吗？所有队伍交战。敌方敌人。262，我在挑目标。要挖吗？天气啊！是男人，痛痛，痛痛，我需要命令。痛痛，你不用打，你不用打。对，所有人就地掩蔽。那个人还活着，你可以攻击一下吗？那三个趴在那边。啊，第九。西方有敌人坦克。有听过？第九。队长，队长，追阿成的，确保后方情况吗？看起来不像 T 九，看起来是 T 八。别打，别打，别打，别打！看起来很奇怪，是不是有挂国旗？不要等。哎耶！哇，好准！哦，
好，不对，那个是战斗机。OK， 所有单位继续开火。干你！干！反正还有战斗能力。有。帮我报一下身体，我没办法讲话这样子。I don't have good free about it。好了，清空，清空，打黑，打黑，打黑，打。受伤。Nice kill， 有 hit 吗？但是，他看起来没事。正在跟他交战。我赢哦，那我再试一次喽。再来。等一下。不好。有人受伤吗？有人受伤吗？石伟他被喷死了。但是我们的吗？哇，他们这边倒一片啊！我先往后撤。他们的医疗兵还活着吗？他们的清楚。去检查一下，我也在爆炸自己。哎，这里是二队，我们医疗兵没了。需要医疗兵。所以我们就在一堆旁边，我这边是有队。哦，全身都是小洞洞，天哪！哇！挖倒！全部到 standby 生命。赶快帮我，赶快止血！一普 KIA， 一普 KIA。吉普，你死了吗？我死了。吉普也死了。哎，就我好悲，就那么多闪兵坑，就我们三个死了。笑死。可以了，就重加了。下个就，来，好了，多多的 TP 我有。笑死！有三个人死掉了。我帮他们上黑卡。我们这边还有谁可以开火的 ？OK， 可以帮你补上黑卡。你不也挂了吗？还有谁？还有伤。哎，女仆是不是也挂了？快拿走，给我上黑卡。入局是好了吗？
尼姑。哎、欸，怎么了？尼姑。哎、欸，是。还要再帮你带点弹药吗？就继续带，保持三盒就好啦。好啊。这是装甲，那台坦克跑到你线下了，看不到了。对，空中单位会持续锁定它。不然帮我一个忙。Hello，Hello， 我有点忘怎么打了马上。对，哦，你要到最前线了，准备好。我，李展，你好了吗 ？Let's go go。哎，等一下，我拿错了。还没有，还没有。遥距带错。我可以传啦。可以了，我可以的。兔兔，我们三个可以传了 ，Chip、Z 三跟女仆，然后传在 Boy 那小组。我的 Chip， 哎 ，Chip 是我们这队啊，是吧？然后反正都在隔壁而已了。好的，也对了，感觉我们被坦克包。兔兔，是啊，大家大家就是大家啊，大家就是他。是 bug 吗？我发现我的弹鼓整个消失，但我还是可以射击哦。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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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嗯，无线电听起来很悲惨。听说好像都是装甲，还有女仆跟 Chip， 跟 Chip。相对请问装甲，原来你们是被什么东西打的？坦克。OK， 收到。来喽。小 boy， 回来。哎、hey, ，Hello， 欢迎回来。OK。大吉利女仆 D 三蓝队剩下人红队，谢谢。红队，你们在交战什么东西？红队，你们在交战什么东西 ？D 三，我们用没有你。北面有人在放冷枪。
OK， 小队，继续把壕沟挖好一点，继续把壕沟挖好一点，快点，所有人快点挖，快点挖壕沟，把壕沟挖好一点，快点继续挖，你们挖到你们觉得你们不会被打到为止，快点挖，那挖多少算多少，我叫你们停下来就停下来，快点挖壕沟，所有人挖壕沟，快点，能挖壕沟挖壕沟，我会掩护你们，快点，那就挖坟墓了。你有办法挖壕沟吗？No。好，你拿我把铲子塞在你的背包里面，你去挖。OK， 去挖壕沟。我们现在需要很多壕沟，我们要这边固守一下了。不知道。挖的应该是被顶上来。就是说，你打完火箭筒可以立刻躲的地方。什么伤啊？撕裂伤，我操你妈！然后义务兵，你继续帮大家治伤一下。被土堆撞到撕裂伤，最傻眼的那种。这看起来像是坟墓。四位。你换到蓝组，然后义务兵你换到那个什么，大姐你换到红组。对。这没意义啊。所有人停止动作，敌人从西方来了 ，over。我看到我的。主要道路两辆，一跳。道路两辆 BTR， 大家注意。所有人停止动作，准备接战西方敌人 ，over。哦，车上有那个。nice， 这个还不知道我打中了。大机会一台哦。你不后方车辆下车？有，我知道，可是这起码是公里的，我只能扫过去。我帮你测一下。800公尺，扫过来。我怕后方的 BTR， 直升机后方的 BTR。哈哈哈哈哈哈！被打中了。Nice。哎，快点回来，阿强，快点回来！你在那边会被炸死，你会被米二世炸死啊！好吧，多好。谁会在米二前面的？我知道有一个人。那个地上，我们都要西南方建岩。等一下，停！李波，263。是用了什么燃油的？他这个烟也太大了吧！这米二是吃了伏特加了。好，北方，好，又有人走过来。偏高。Nice。应该不错。他在风骚走位，用你开枪。好，进攻 ，OK， 进攻。OK， 我们变换位置，那个切入两道，那个地再过来。切。姑姑，我变你的小弟了，我来帮你挖坟墓。好啊。这个地方不错哎。这里。这边挖掩体，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直接挖。Cover you， cover me。哦。你给我继续给我用机枪压制西方哦。
看得到吗？主要道路上面的敌人。有，我们先变换位置再射，等我一下。OK OK OK， 不要挖全部，挖一半就好。挖一半，我挖那个大掩体了。我需要断线。有钱买机车，没钱买电。好，我装掉。够钱，够钱。整天是只想要交配。他可能现在打野。啊，紫薇，你不是？整天想瞄。红柱二五零方向。真的没有去交配，在那边。还有 MP 五。我真的很想。主要道路。哎，够了。第二残骸。主要道路必定要查呀！我先看你挖了，谢谢。对啊，我现在在找这个树林。所有人停止开火！停止开火！所有人停止。然后他说停止开火。我听到了。男主收。我一直想买 MP5 哎，可是唯一的是 VFC， 这名字不是太有吸引力哎。买啊！剩下的 review 他那个 MP5 PDW 他的那个弹夹拆，他那个用出气嘴好像会被飞机削掉一块、欸，就觉得我拿一夹而已就削一块，太扯了吧？正常啊，会做动的不都会削？我的那把马路也打到现在两年，现在才好有破皮一点点。很快在跑那个人。跟他叫我们停止开火。对，地上还有在爬，你看到？所有人，我们要进工地集合了，我们要出发了，所有人准备移动。他走哪边？哪边？工地。来，大家跟我来吧，大家跟我来。工地啊，工地。来，OK。很保险。所有人，快速移动哦。安全的，我收枪关保险。到底是谁说在战斗的时候关保险？在战关的时候，到底有什么？这边是听兔，我们在往 A B 点移动了。关保险的话，闹事哦！妈的，那个有纸。你再说一次，你说什么？帮你们怎样？就是啊，帮你们把车开下来，我们都已经快要靠近你们了。因为我觉得是那个啊，人家知道你在干嘛。要换弹夹不关保险，然后枪口一直指队友，这样就是智障了。这也是听兔，我们快到 EMP 点了。如果你有那个 muscle awareness， 其实还好了，我觉得。有经过训练的人都会先把枪口指向地上才会换弹。那就是说，我觉得你换子弹啊，要不要分保险？其实是 muscle awareness。Lisa， 听完这也是听兔，我们接近你们了。那像决胜时刻那种换弹方式嘞？那个叫做魔幻。什么东西？那个叫魔幻。你要射的东西不是，我是说它的换弹方式不是枪瞄维持瞄准同一个位置，然后直接换弹。我的意思这样，你要那个是瞄准敌人的位置，那不是瞄准队友的位置啊。哦，哎 ，Stone， 对吧、啊？你要知道你瞄准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Stone， 嗯，你榴弹还有很多颗吗？报告。我看一下，从头到尾都没射过。对，还有很多颗，还真的蛮多颗的。而且我想说再塞几颗弹这边，我这边都没打到。像决胜时刻，不可能每次换弹夹都要拍一下枪机的，那个不可能。公主，帮我上那个什么？那个破围楼。对、啊，那个是魔族问题。不是，是左边。公主，帮我送上左边的破围楼。上去集结。破围，叫上弹就好。如果他的那个、左边的破围楼，帮我上去集结。不会的。对啊。我们的车子有开过来吗？没有。我们车子被传送过来了。车子被传送过来了。要不要派一个人去开车？回收车开过来了，回收车开过来了。这回收车，资源回收车开过来了。请问我们需要把人解那么轻？弹壳可以回收吗？资源回收车。男主，你们也上去围楼。围楼，所有人帮我上。围楼之间啊。OK， 所有人上车，所有人上车，我们要出发。我干。我要上车，是在哪？哎，对，车子跟我走，跟我来，跟我来，我是队长哦。走这边啦。不是你。来，车子在这边，车子在这边。然后 Z3 上驾驶，然后剩下的你们自己分配。那今天等下一我被枪毙吃了。
这也是二组，我们都上车，已经准备好了。有没有人受伤？我的心，你要怎么治疗？他嗨一发，换一个你知道吗？到那个一车的后面。到坦克右边啊，到坦克右边，不好意思，帮我到坦克右边，不好意思。或许嗨一发是最好的选择。虽然说我可能会拿自己的心来代替。到时候帮我看着我们的十二点钟方向。啊，离坦克远一点，离坦克远一点。我拿起我的手表，我盯好了。西方，帮我看着西方，谢谢。帮我看着西方炮手，帮我看着西方。我有预感，我们的目标是那个石头区。印度人，你怎么伤成这样？穿刺！现在开地图都是按 X。待在车上哦。我觉得我们等一下会第一发。我们会第一枚吃到 RPG， 所以第三你要闪啊，用烧走位就好了。对啊，你以为你在炮手要炮手要拿机枪打爆 RPG， 干他小 C 了。哪有摸伤的那种东西，闪也闪不过，好不好？屁啊、主动防御系统。那个我看到上次的那个 Under Show 里面有人拿那个德国的那台叫什么、啊，跟那个东风还是什么的，然后掉下来炸弹打爆。哦，我有看到，他专门射炸弹，他等人家飞机过来丢炸弹害射，然后把炸弹打爆，气死那个人，那个真的很气哎、欸，哎、欸、超猛的、欸。可是我准备要接，我之前在玩，所有人下车出现米二四哦，出现米二四哦，我觉得待在车上会安全，炮手，我觉得待在车上会安全一点，嗯，我也觉得，那我们要上车，真的要下车吗 ？OK， 上车，来接我，上车。上车，我们要出发准备移动了。大吉，大吉你拜拜。谁把线给拉出来了？大吉你啊？没有啦，我上车。谁把绳子给我拉出来了？妈的！欸、真的，我们一定会飞起来，跟你讲。你们有备用轮胎吗？等一下，我们后面被牵出一条尾巴，你知道吗？线是怎么回事？说车上我的尾巴怎样？我为什么车只有尾巴？铁线虫啊，不用怕。对啊，笑死，铁线虫。小心哦，其他车子碰到会感染哦。对，门二十二架是谁啊？绳子放在就很危险，不要乱甩，搞到后面。不要乱甩啊！懒觉比较长了。OK， 你从不动拐腰是吗？不是啊，你那么长那么细有用吗？人家是懒觉短筋，你是懒觉很长，对不对？看你、有个线一样。在我们的西北边可能有 T 七二，你们注意一下哦。那个、我也那个后坐力炮车上有弹药、啊。各位旅客，我们的西方是一台可爱的 T 七二。哎，等一下，如果我身上有 AT， 那什么 H 一嘛，那个火箭筒有 H 一弹的吼，就尽量撒，没关系。检查炮尾，看哪里有人就往他打下去就对了。是喂 ，OK 吗？我告诉你啊，我上次玩陆战，然后开了一战被配八炸弹炸到。哇、啊，这是骂死大死。我说我被配八的炸弹砸到，我今天不睡觉。妈的，我飞到一半飞得好好，被队友的 配八砸死，气死我了。好队友、欸，我有一次我看到西方有一台 T 七二，我有一次叫炮击，把队友炸死。哎、欸，干，真的有一台 T 七二，有 T 七二靠背啊，我们跟 T 七二前面。哎、欸、哎，对对对，停车，哎停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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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操，我操，前面那一台被当目标打。OK。我们处理他，我们处理他，我们处理他。上来，上来。在我后方啊！我直接打了吧！哎，所有人继续移动，所有人继续移动，我们收到指令继续移动，上车，上车，上车。干掉我！可以打到他哎、欸！可以打、欸。没差啦，交给 F 三五。他在我隔壁哎、欸！我挺你！你们两个要打，快打！没过来，没打到，他从前面跑出来。没炮就上车了啦！什么？爆了！爆爆爆爆！对，上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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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老。卖在外面吗？啊，走！拖上车，拖上车！再下去，走吧，走吧。
有人受伤，我看到了。他好像把人丢上车，没有哎、欸。到麻烦医疗兵把人丢上车，车上治疗。好，可以，然后先走。快点上车！哎、欸，你们放哪台车啊？是不是放到越野车上？看车上没有人，是不是、欸？对啊，你们放到越野车上，撞上。对啊，哦，谁放的？快点把它捞下来，再放回来，放上来这里。我们可以把车子收起来，比较环保。上台车比较快啊！快点，快点，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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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放的还是？刚刚旁边有兵。刚刚有人。打爆他！打爆他！打爆他！压不下去。哎、欸，我还没上。等一下把现在下车了。你那里在干嘛？当贼船了。哎、欸，动快点上来！是谁？哎，动快点哦！是到死了！所有人上车，不要再下去了。总算换车了，他一那个人，小陈在那个那是回收车上面。哦 ，OK。快点移动，快点跟上。欸、等一下，等后面的。为什么要等后面 ？Yes， 他们没位置。笑死！凡客等我们一下、喔，我直接超过他们。要不要顺便把你们绳子收起来啊？帮我们收，帮我们收，谢谢，帮我们收，谢谢。That would be so nice。哎哎哎哎哎，别、欸欸欸、走别走，还没上来啊！上来跟你说，OK， 上来，走走走走走走，超过前面的车子，快点。人家是四轮四马力车。四轮驱动的，他们二轮驱动的。啊，我只有两轮驱动的、欸。你把你下面的鸡鸡放哪了？啊，那你们还有伤员吗？我们的伤员在回收车上面。只有小伤、啊。回收车上面听说有大机灵了。就是带摧毁。为什么我们的绳子还在后面飘啊？就帮我请。等一下下去把那个小陈放回来吗？你们那个可以坐回去咯，要帮他装回去吗？还是还得？我去把他装回来好了。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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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在车上。不是啊，留在车上，不然他怎么移？要移动了，移动了，要移动了。啊，不然他不用移哦。你的车又走了。我们移动移动移动。小陈谁？小陈谁在移啊？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现在就很好笑。他们有了，干、欸、他们进来，快！你在干嘛、啊？快点啊！我要坐你们的车啊！你怎么 ？Oh my god！ 这怎样？送你一台医疗车啊！怎么送一台医疗车？总算有自己的车哎、欸！他们的车在后面啊，果然是战场上的高富帅。好感干嘛开？等会儿一辆医疗车，总算你知道要送一辆医疗车吗？OK， 跟着法兰克走，然后拜拜，跟着法兰克走。Oh my fucking god！ Oh my god！ 医疗车干嘛？你要拖多久？哎，你说，半程大作半年。你说，哎。你有发现吗？第三，我们就跟着一队车。我车子超级第三，我们就跟着一队车。知道啊，因为他们刚刚车子就第一波先遭到攻击了、啊，你就自动腐烂。他们被七六打到掉漆。对啊，那个只是掉漆而已啊，放心。这胎爆胎了，这东西就算 AED 爆炸，大概有50%的几率不会死。另外50%是直接炸开。台力三零头转过去，对了12点钟方，对了6点钟方向，火力全开，车子会跑快一点。真的吗？我试试看。你现在这台车上有人受伤吗？我开火了。这样吗？还是比较好了。对啊，等一下开火，我跟他说只会讲。没事干。嘿，小陈好像阵亡。因为没有人依他。刚不就说吗？换回来。啊，你们刚刚啊，为什么任务要命令要一直变、啊、可是一直变？没有没有，刚刚说，刚刚你们说要换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说查令要移动了，所以我想换也没办法。他们一直在催我们要移动。其实你可以先跟他说，我们伤员在别的车嘛，你要做一件事就做一件事，不要一下听别人一下又。对，我就是要移动，选一个，好吗？对吧、啊？延续下去那个命令。那不，你可以跟他讲我们这边的情况，像刚刚 T 七二看到你隔壁也不射他。没有，小智被放在指挥车上是指挥的命令啊。指挥的命令不是一定要关车好吗？有时候他下的错降级其实，对啊，不是说不是，有时候他下的错误命令，你不需要跟他回。那、啊、你要听他讲一下情况，只是刚刚那个状况有点危机，这有点。
对，所以觉得他刚刚虽然叫你走，但是 T7 又开到你旁边了，你可以跟他讲，T7 又开到我隔壁了，没有50公尺，我被打哈。你可以跟背包说 T7 在我旁边，我只要开出原地，我就会被打爆。虽然说结果是好的啦，但我觉得指挥车那时候就在我们后面，他们应该他那时候就已经叫我们继续走，不要无视 T7 这样子。虽然说结果是好的，我觉得也是这样的。但为什么会停下来？我们？那他在我们前面呢、啊，你开出去就被打了、啊。对对对，停下来是 Z3 你做的决定没有错。可是刚刚不是指挥的命，我是听到你说给我停下来，然后我没有说停下来啦。啊，对，我是说停下来没错，我说停下来。对啊。我一开始说停下来，但是我后来我 说你停下来，好啊，我就找个掩体停下来啊。对，好，那我一开始说停下来没有错，那后来指挥叫我们继续走，虽然说最后结果是好的，但 OK， 我会好好检讨的。那你可以真的可以跟他说 T7 在你面前，没有啊，你打他，那很简单，你下次碰到因为没有上一个命令叫你停下来，就是继续走。这个如果要停下来，你就直接你要问上级是否要下一阶。对，我是问了上级，然后我原本喊停下来的时候，我有问上级说，所以 T7 在我们隔壁，然后我们要不要啦？你要先问说要不要停下，只要问上级要不要停下来，不是先叫我们停下来之后再问上级要不要继续走。对，所以我下次会注意的。OK， 我下次会注意的。然后你的命令还是老样子啊，太过频繁了。应该这样讲，不需要告诉我们做我们会做的事情。那是有机会吗？那你要。我在犹豫要不要现在下去跟着走，我们可能走还快一点。要，他其实开立志型会比较快啊，会翻车，是吗？会。可是好烂哦，这台车，这台车就是硬啊。可是为什么前面那台车被7.62射一射，这台车被绿色了？我们的南边，因为他们的重量减轻、啊。机枪手，帮我看一下我们的180、190方向。高空上是有一台战斗机，那是友军啊。战斗机是大家的啦，我们的。只有我们的友军。对，可是他是朝我们开火，你知道吗？只有他才会飞那么近，然后才会跟我们炫耀。我们打我们开火，那是哎是挖主哎，是挖主哎，不是。那是挖主哎，对啊。那是真被打了，真可怜呐。挖主被打了，我们要不要下来？应该藏一根支撑在身上。我觉得。保持车上机动比较好，而且我们的防护力比你宙神还要强。那、啊、你下这游戏这的防护力蛮高的、啊。哇！我们的 F35在卡那个什么蚕豆，什么蚕豆？他被屠杀了。屠杀？白痴啊！蛙族没有护航机飞出来，要空袭是在干嘛？就算 F35蚕豆那个。狗都能赢在那，他还是五代机。狗都能赢至少比苏二五还要好。OK， 说、停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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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没有听过一句话，高手射出来的石头比弱者的往前慢慢移动，往前慢慢移动，跟反射平行哦。我还有别人要顾啊。上零线吗？嗯，上零线吗？凡客，我们要上零线吗？上零线，上零线，上零线，他们上了，我就跟着上。总算到你们旁边了，后头压不下去哦。哎呦，往下压一点，往下，哎，后退，后退，后退一点，后退，后退一点，靠背。你等一下，前面有 BMP。后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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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后退。下车吗？不要下车，不要下车，先不要下车，先把车子往后停一点再下车。明白，帮我把你们目视到的门洞防止炸空。好，继续。OK。啊，他只会下车，小队下车。我觉得他不会回你呢，然后只是跟你要求更多东西，这样刷的。我们在打谁啊？争取交战。因为他现在啊，争取交战，开火吧。官员，565。抬高一点就好了。小队把他就是下面那栋房子所有的东西轰掉。你在？我那个电梯还活着。这样，快快跑啊！往左边导演户，往左边导演户哦，小队往左边导演户，这边有挖好的壕沟。帮我包一下伤口，这样没办法。帮我包一下伤口。
动五百公尺，轰，就是尽量轰掉那边，能把那边站出来轰。后面不好意思。Cyber， 火箭弹轰掉，往那个什么？炮尾进攻。OK， 炮尾进攻。OK， Chen 继续轰。继续轰。我挖个好火给我。对，挖个别杀，只是只能过而已。OK， 我现在在问，能轰就轰，这是指挥部的命令，轰掉那边。萤火下作业，请民兵以火力掩护我。一点火力掩护。喂，所有人注意，三十秒我们要撤离。Okay, okay. 拉爆包，拉爆包一下。你找你们队的一楼这样子。上八加九，射完就要跑了。还把人家村落这个遗弃。放心啊，过几年后他们会多出很多单亲妈妈。地方的妈妈需要你的。哎、欸，那个大姐，帮、okay. 我包一下，我是包一个。我还在流血。那我这样子一包扎，我就没办法讲话了。哦如果是真的炮怎么死啊我杀不住杀不住是什么地方杀不住有人受伤吗没有人受伤还好还好快速下山快速下山而已没事继续走啊还行还行对快速下山而已下山了他叫我滚下山对滚下山麻烦啊受伤了一杀这看不过去看不过去有人可以帮我包一下吗等一下因为你刚刚的快速下山的方式我们都是往右边第三右边、oh、右边第三右要你就让他专心开对反正他能下山就好那个 OKG 站我会帮你包怎么样 OK 到主要干道上面到主要马路上面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得到好严重啊慢一点大量止血赶快我先上止血带 OK 沿着路走你看他在狗斗欸跟谁啊两台啊很明显是敌人哦敌军也被打中了真的很狠我的空中单位是谁啊令吗对啊 J 吧 J 这也别开玩笑超强的是吗停车OK 继续移动大姐你在吗凡客确定不用我们一次可以车去接你伟大的驾驶那个完整医疗一下吗他现在开车手在抖我有点担心我已经包好了他是兴奋的颤抖了可是他的脚也在抖你不觉得那个油门一直在他可能尿急吧他踩油门当然会抖啊呀我有这个慢车哦有这张图很不错哎